OK，欢迎频道，我是 Patrick。那今天要来玩《世纪帝国三决定版》啊。那我是用四位玩家，我跟就是法国跟英国是，我跟他是就是同一队，然后中国跟那个日本他们是一队，就四位玩家，那就先开始吧。OK，那现在已经开始了。那我今天我就没有那个开声音了，可能一直听到那个滑鼠底下咔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，是啥？哦，这个你到旁边站着发呆吧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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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两个去踩那个，然后，几个在 push again。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不是村民啊。他来打个 low 吧。哦，对，你到这里镇守一下，一个砍树，一个猎肉，啊，记得他给你的鸡鸡啊，水，看一下，还可以生了没啊？还不行吗？德川，所以我以前是玩日本，现在玩到腻，我都不玩。是英国，哇靠，他们也盖太快了吧！哎呀，这就我，我靠，离我那么近哦，天啊！等下他们打过来，不就先打我？哎，结果我在同一边，想要干嘛？也许今天没有办法盖港口，所以我就。等一下，它中间这里是什么？哦，那个，OK。So let's see，中间这边盖一半，直接盖过来，这样，这样他们应该就过不来了。这样，这样路过来，再过来一点。这样，这样，然后，哎，不对，这样，然后再这样拉边拉过来，对，这样，所以。来，盖围墙，盖围墙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看一下哦，这边到这边，然后啊，你是嘞？你是嘞？哎，你要探兵，你不带整坨的兵去？开阔者，三位库民，所以需要一个，需要三个，不然我工作没办法攻啊。他跑去探他们的那个，哎，我在等下被坑死啊！我，哎，谢谢你帮我探一下嘿。我靠，哦。屁嘞！太快了吧！他们一下子就跑到那个了，又时代了，第二时代啊！天啊！哇，那个已经来了，我们来帮忙盖，快点，快点，帮忙盖，快点！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城，把这个城墙盖起来。我以前哦，在台湾，就是我还是小时候的时候，我都很喜欢玩这个，就是我会自己在这边用积木盖一个房子在这边，然后我就。把敌军放在另外一边，然后我都会就是用积木，然后这样盖盖盖盖。我靠，这谁？敌军敌军，等下你也来帮忙打。敌军嘞，你莫甲我过来哦，我过来我甲拼命哦，看你一个，紧紧紧紧甲拍拍拍拍拍拍紧。紧嘞，紧解拍！
答。他没办法用，我滴嘞！哇，已经有几个兵去探了啦，再细啊，再细啊！还有什么？开阔者不需用了，2万多的物资，快快快！不缺啊，紧嘞，不缺啊！需要素或需要肉还是素？哇，要第三时代才可以用。啊，你们去，我看一下，去帮忙这个。那你来这边，这只跳的是什么啊？袋鼠哦，哦不是，我以为是袋鼠。看一下哦，有没有人啊？没人了。怎么样？身体，我看一下，木材，好，木材一个，身体。来看一下，这有一个，看一看到另外一边，你要赶快去盖这个，那叫什么栅栏，把这边全部围起来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别人的银刀，哦，这是我，我靠，他已经盖那么多了，哎，我们的队友你也盖太夸张了吧？哦，不能挡住他们路你。好，这样，好像拉过来。哦哟，太大太大太大！啊，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拉到这边，整个盖起来。他们应该可以一样照顾吧？哇靠，这怎样？都已经快盖成一个小镇了，天哪！我一个屁都还没盖，快点快点，他在盖没？我在这边呢，还在这边捆。我是不是要去交多一点那个？哎，这我们的。哎，等等，啊，去收木材，去，收木材，收木材。这是什么？军营，教堂。马场，马场，我在想到底要不要盖。想肉，快点，再升级一个。嗯，隐藏战斧士兵，6A长枪兵，好。好，你们两个，我看一下，就这个淘金啊。这个，保卫弩兵，好。看一下哦，那个墙壁盖好没啊？啊，不是城墙，讲墙壁，哇嘞！哎，他这样好夸张哦，天哪！我玩《世纪帝国三》就第一次就玩的时候，我玩的时候我都还没有，我都还不知道他们居然可以盖那么快，哇嘞！那是什么？英国？OK。哇，他们一批兵已经，What？哎、欸，那我就要负责盖东西，你们帮我打好了。那等一下我帮你们这边盖一个城门好了，帮你们盖一下。全部都我直接帮他下重本了，直接开盖。是啥？炮兵？哦，不是，我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老练长枪兵，等一下，不是。好，那你们全部都，看这样。好，我有开始有一些兵了。这个的话，直接给它盖在这边了。我本来想要盖在这边，可是我不想要。盖，水进去了。是谁？哦，我的，你去砍树啦，没事砍个树好不好？这个已经好了你，来，我帮你敲一个门，好不好？敲一个门。帮你敲个两个，比较容易出入。
这边也可以补吗？屁嘞，没办法补，搞屁哦！这样敌军就进来了。哦，他这边要盖房子啊，应该没关系啊。哦，敌军，天哪，赶紧回来吧！屁嘞，喂，搞屁！先不要打他们，先不要让他们那个。中文的。不要打哦！你不要给我打哦！你打了我跟你开战，我跟你毙命哦！你别搞乱哦！哎，我已经第三时代了，搞屁！那么快？这个 OK，看一下。哎，好，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哎，不是哦，你自己这哎。到底是谁啊？哦，这个、哦，不求不求，给，以前玩《世纪帝国》都没机会讲话，现在终于可以讲，我就，因为以前我刚就是用电脑录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它这个可以录，就是录声音呢、啊。巴嘎呀哆哆哆哆。又有东西是什么？步兵，啊，这个一个好了，啊，没有了。等下我是不是要盖个军营？不对，炮场，对，炮场。你们两个不要再挖了，不要再挖了，在那边挖番薯。看一下，对，就是这个枪炮头罩场，就这个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。我现在我盖了两个门在这边，等下帮人。OK，真的好好。升起来，等下应该很大坑吧？我等下我等下我再玩一个无限的 What？你直接在我这边盖码头，好啊，随便让你们盖，反正你也是我队友。你只要是敌军，我早就把你轰了。哇，这个怎样？太帅了吧！他们的应该也好，我靠，哇，太 nice 了吧！果然我盖城墙是对的。我靠，我厉害一点了呗！哦哦，哎，无啊恁。我拢还袂要，互你拍，你就甲我拍，哈、啊？哦，我你咧，疯了啦，疯了啦，你打了，还打嘞，打香蕉啊打。在那边一直打什么啦？怕西龟哦，爆爽！我就站在这边让你们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怎样。有一个无眼的，一下起。哇！有点被打笑死。好，看一下，音炮。长重炮好，哇，现在不够，现在去盖房子。房子有没有人？我找不到你。你吗？不是。好，原住民你就，好吧。来这边了、啊。看一下啊、哦，人，好像人。哎、欸，会不会他们，我、哦、靠，What the heck？他们盖的比我多哎、欸，笑哎、欸。起一堆，我拢无所在起啊！哦，电脑没错，搞定。有一个是什么？刃仓，我不用了，骑兵了，骑兵了，盖骑兵了，盖马场，马场盖这里，然后盖什么？
要盖哨站吗？哨站，我到底要不要盖？常重炮，哇哩咧！我现在才16个房子而已，你叫我怎么盖？看一下，三位胸甲骑兵，十位火枪兵，呵，我就是要火枪兵。然后你们再去旁这边盖个几个哨站，还是先不要盖，已经来打。救人哦！我咧，哇塞嘿！什么搞头啊！哇哩咧咧！哇！睡睡睡！来，快，过来打，把他们打爆，快点！先爆他！哦，波及炮，这个升一下，全部升了，全部升。起炮兵，起炮兵哦，好，哇，打了，快打！打爆你！我没有爆哈，快再打，快点！我那边填弹太慢了，哇，不能修，无眼，哇，阿文在笑哇，呵，哎，他们已经快把我们包围了啦，哎，没有，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一半而已，还好，哎呀，真的包起来，我真的无眼，吓死了，我是别人，怎样？哎，那两颗嘞，我来把看掉了。造型，这个可以，给个哨站盖这里啊！我就不信，两个哨站，盖在前面，哇哩嘞！站这里，哇，火枪应该 GG 耶！可以升吗？不行，无眼。哇，他已经开始在打他们了！天呐！哇靠！八个丫头，哦，村民快点进来！进来！靠天！结束！我吓死了！我看还是用两位玩家就好。好，就这样。就感觉让橘色也蛮不错的。橘色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看我要。对，哦，是用那个，对，法国。他刚那个就当初没看到吧，因为太恐怖了。日本人很容易被坑，很容易被坑。对，就这样。我靠，我的一个屁都还没生出来，他就先把我坑了。行，森林酷民。那我现在东西是无限，我不敢再玩那个了，生死战太难了。我都把它调到最简单的，因为这玩过第三代版。哇塞！快点去探索一下。哦，看到石头了，表示他们应该就在附近。他们要么在这边，要不然就这边，要不然就这边。所以等下我这三个点会去探一下，那这边旁边就应该就是河，那这边好，这个是哦，好，你徛底下镇守一下好不好？
等下我们的地，哦，找到没？哎，哦哟，哦，对对对，是敌军，是敌军。好、啊，走过去，当做没事，嘿，就走过去而已。好，他们全部都在这边，当做一个屁都不知道。快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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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。我看我还是把他们全部秀出来了。德川抓到了毛皮子30钱 ，what？ 这白色是什么？哎，你起来！我没叫你过来，过来。我、哦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打，等下全部打过来，我真吓尿。哎、欸，拍谁？我参观一下哈，我参观一下而已，没有要干嘛。好，回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回去，跟敌军讲，啊不。哎、欸、喂，这个一个点是吧？哦，那个金矿哦呵，这一个金矿，这里有一个金矿 ，OK， 差不多知道。啊，升级时代，木材捆不用了，也像兵工厂，啊随便。哦对，这不用了。你们全部给我盖房子！我的房子也太矮，哪里茅草屋哎 ？What the heck？ 哇塞！盖房子。我就那个，我就直接让他一次盖到爽，然后等下再盖炮厂啊什么的，然后就一次把他们打爆，这样比较快。我还在那边跟他，那边怎样，开阔者，这个哎，这个好一个就好，改一个，就盖一盖。不管他乱盖一通也好，我就直接把他这个房子盖到满。所以啦，升级时代了，哦。军事马车，我靠！我先看一个、哦，是可以盖马场跟，哦，可以盖炮厂，哈、啊，这两个先留着，这两个先留着，就先不用。主要先盖房子盖到满，这样等下这个就是用那个兵会比较快。这房子盖太多，嚯、哦！自己看。好，快点，快盖盖这个房子就好，盖起，然后等下再盖其他。嘿嘿嘿，分头盖，快点。哦，那加装成功的鞋子。哇，这里好多点点点的东西。给基础，基础。哦，低了，低了，200，那这最多数值就差不多200。看一下，弩兵这个好了，我又没有要盖，
战斧兵、长枪兵好了。长枪兵什么兵？好，然后接下来盖个市场模，切，盖了这个好，碎。啥？哦，交易站，对，交易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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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叶片会没在掉，我好，先开一点这个。我想一下啊，我先不要，好，两个两个先过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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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盖一个军营，对，先盖一个军营，军营给它藏在这里，这样比较不会有人去发现。哦，好，这里卡底下都孤，没什么东西。你讲这些屁话，等下你就拜拜了。哦，我刚本来想说，你是要起我哭，起到我要咧困。哦，火枪兵水哦，好水，第三十代来。哦，只能盖一个哦，错去。从这边，老练长枪兵，全部来这边，就站在这边了。要不然这边哦，这边比较不会堵那个路。这个是什么？兵工厂我不需要，直接爆掉。好笑，第四时代，两个，我音炮，好好，就差不多这样，看到了，把大鸡过来，给大家镇守一下，好不好？镇守，这是什么？生命恢复值，哦，它会自动恢复。对，长重炮跟音炮到底哪个比较好？我看一下，这，波及炮，我觉得起炮兵好像比较快。好深啊你。好，那炮兵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都可以打你哦，来让你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开打了，开打，当当，哦，这就拜拜 ，OK， 差不多知道它的威力了，威力无比，好不好？威力无比，是啥？宝藏。就高，这升了没？没再升。十位火枪兵，两座音炮，要再来两座音炮，所以，哇，多人哦，天啊！两个人在那睡觉。起炮兵我真的很想要，老练长枪兵、火枪兵，我到底要不要用火枪兵啊？哇，市政中心有一个水堡垒，哇哦，好堡垒，堡垒，堡垒一个，
笑死了，对，是啥？雪猴，哇哩嘞！猴子跑到我这边，Hello。想这样的起泡饼好了。哇，这我等下准备很大量的冰才可以。哎，堡垒马车来了，哦呵，来来来来来，堡垒马车，等一下，那就不能盖，为什么？哦，所以就在这样，所以啦，哦，炮兵也来了，硬炮。这边好了。哎，你们两个全部换来这个姿势好不好？等一下攻击比较快。站在这边带资源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哈哈，全部藏在那边，然后等下直接给偷袭，笑死！这样，等下好的时候直接从那边给冲上去，哇哇！给它炸爆！来，还有那个，啊，这个多好，护墙什么都给它用。哎呦，看一下炮兵哦，碎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全身，那这个有什么？加农炮呵，管它什么炮都来。这个可以多少？好，随便，来一次升到爽。好，然后这个老练火，这两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就好。大部分用到这个，等下我就直接一次打过去，请他吃这个子弹。我看先让这五个这个老练长枪兵去打一下他们那边，打他们市政中心。跑去打他们市政中心，真的是不要命，笑死！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？对吧？没有人会发现吧？有，不要，发现了，不要，没人吧？有。是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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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我烧你们的房子里，恁都无代志。凭这五只，打他打他打他们打他们。打他们我靠！等下我还没叫你们开火，你为什么开火？哇，少一个，肯定刚刚有人来打他，只要一下就把他轰爆了。快点打打打打！碎！打打打打打打！哦哦哦哦，错姐！加农炮！我靠！来啦！直接打这个了啦！后面还有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错觉！哇！我靠，鸡鸡啊！直接给给，也给给。神到爽！快点！我操，怎么那么快？我看我还是不要升火枪兵好。重型马炮，
我靠！我们两个重型加农炮，你们还真的开始打。我靠！都没有人来哦。没有人来，我真的要轰喽！我轰喽！没有人吗？等下还有，重型马炮。我觉得这是起炮兵，这起炮兵，这是起炮兵，看看这里。你们这几个没有在轰吧？我还没传指令，不要给我轰啊，所以已经爆了。起炮兵打打打打打，就是他们打他们。我，没人了。马炮一，好一，打打打打打打，错觉，轰了啦！没再跟他客气，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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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轰了，轰了，轰了，爆了啦！哦，还给我来火焰之剑这一招，哇哩咧！我看你怎么轰，全部过来，快点！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那只是，哦，拜拜，人家真滴，拜拜，耶，拜拜，耶。你在死啊你！刚刚上一场被惊一下无拍了，今麦我就甲你拍到脆糊糊。哦，啊你这个火焰之剑过来乱，怕你。哇，你都还没来，还没有反应的机会，笑死打打打打，哇，直接一团炮请他吃来打这个，哦，爽，打这个啦，还在那盖，再盖，打打打，哇，拜拜。我靠！羞憨咯，等下他们一个屁都没盖哦，不会吧？那刚不是有兵，会被我们的炮兵扫啊？那村民还站在前面这边，Hello，真的很爽，我靠，What the heck？四院把他打了。哦，终于有人了，水哦，Thank you 哦，把这些人给打。哦，他们应该还有一坨在后面，只是我没看到而已。哦，拜拜，这拜拜，拜拜，耶，拜拜，轰啊，爽啊！绝不留口啊！就算说投降，我也不让他投降。投降我才没鸟他，我直接给他轰了再说。斩草除根，好不好？斩草除根，直接把他干爆，爽啊！够了，村民，村，这叫村。领事馆嘞。我的 hacker 嘞，打啦打啦，哇，他那个掉下来的那个木头好真实哦，天呐！村民还敢在我前面撒野，你是嘞？轰了，斩草除根，绝不留口。我，全部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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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看他在搞什么鬼？哦，这边还有一坨农田，给我盖农田，直接给你打烂！拜拜！这里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个水。看一下这些，对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还可以打，那么可能这边还有一点，
化解。爆了！我拜拜拜拜 ，later。哎，他在哪？重型加农炮我没用到，我就站在这边，好不好？超无言。呵啊！我才剩一堆重型马炮起嘞。好，你们来这边集合了。笑死！哦，好爽、啊！两个八七五十六直接 GG 了。嚯！玩完了，这一场打得爽啊！他们都还没好，我就先把 game 爆了。